就你这拿枪姿势，手指头不要了。这持枪证怎么拿的？左脚在前，右脚在后，肩膀放松，身体前倾。嚯，挺准的，目标清晰了，集中力就提高了。我们这次面对的情况很特殊，你的枪口面对的不是纸人，而是活生生携枪潜逃的悍匪。肩膀放松，不到万不得已用不着你，枪是保护你的最后一步，明白吗？